右前臂酸痛啊，右前臂酸痛啊，哇，抽筋了，还在抽筋呢啊，还在抽筋呢啊，还在抽筋呢，非得在天上飞啊，尽像的像几个那几个人在。镜像的，像这些人在，发出电流啊，电流发出电流啊，发出电流啊，发出电流啊，抽筋啊，现在你扩大范围了，扩大范围了，扩大范围了啊，把那个，10年前或者更早啊，更早啊，我在探索过程当中啊，给我制造麻烦的人呐，都在抽了啊，都在抽筋的，都在抽啊，都在抽啊，不管这一次啊，10年前的啊，以前给我设置障碍的陷害我的那些都在抽啊，都在抽啊，都在抽啊，在他们看来，当时在看来。当年看来，他们以为是万能的他们以为医院是万能的有问题是应该医院去解决，而不是我这个，我这个就是他们认为是诈骗的是诈骗好，那现在非典房间让他抽筋了，抽完你到医院去看看的好吧。你看医生能找得到原因吗？医生找得到原因吗？能解决吧？这叫因果报应，现在来了现在，现在范围很广了现在很广了以前说闲话的那些也说闲话的，讹诈的那些都，现在都开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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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抽啊抽啊啊啊啊！前人在抽前人在抽现在，接下来几天看看报纸有没有说这样的病例好，知道了知道了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